全球首档动漫创意秀《看我七十二变》团队竞技赛逢烟再起，超级反串秀笑翻全场。表情帝杨迪、雷人指数继续稳居榜首。经好莱坞化妆团队之手，眯眯眼瞬间变身长睫毛、大眼睛的白雪公主，在节目里唱起了高端洋气的英文歌。可是她那标志性的表情秀依旧震慑四方。而其与金钟视后田丽这段最美女人之争，最后却演变成了一场一个苹果引发的血案，不免让人感叹，哎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？当然还有拳皇中的经典角色不知火舞与八神的同台竞技，当拳台变成舞台，性感与冷酷，力量与柔美，究竟谁更胜一筹呢？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周六晚10点半新娱乐为你带来的看我七十二变。